大小姐，东家。哎！大小姐，东家，杨翠花跑了。啊，跑了。啊？是啊，我是发现前院那几个水客兄弟都不见了，所以才过来查看，不见了杨翠花。备车。好。走，快走！打！打！黄掌柜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你们先撤。别让彭家山跑了，加速前进。好。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咱们俩就不用假扮夫妻了。我不是刘丁山，你也不是杨翠花了，快放开。大当家！
朵妹，朵妹。让逝者安息，大江，好好送送他。朵妹，朵妹，娘的娘的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是什么世道？欧阳一家世代在这水上讨生活，就这么一根独苗，日后咱们俩有什么脸面去见欧阳老哥哥呀？